Podcast。大家常问我，哎，甜心教主这么多年过去，怎么还是充满青春活力呢？哎，想要呢，我来分享我的秘籍吗？大家赶快把笔记本拿出来做笔记咯。哎，大家呢可能知道 note 这个字呢，当名词表示笔记，比方说呢 notebook 笔记本。那我们应该要搭配什么动词来造句呢？当我们说啊要做笔记，把它手写下来或是用力的记起来，哎，我们呢就可以说 make a note 或者是呢 take a note。比方说呢，今天早上呢，我朋友哦，他就赖我了。哎 ，Cindy 啊，你这么忙，你一定会忘记我们下礼拜要开会咯。Our meeting is moving to 3 p.m. Okay, I will make a note to help me remember it. 我们的会议哦，改到下午三点了。好的，好的，我需要呢做个笔记，帮助我记得这件事情咯。或者是啊，像我各地巡演住饭店呢，我就遇到了这个柜台人员了。I would like to take a note of your name and phone number. 要帮我呢查一下我的预订哦，需要呢这个笔记一下，抄一下我的大名跟电话。做笔记呢，我们就说 take 或是 make a note。注意到呢，我们一定要有这个 a 哦。如果没有这个 a 在里面的话 ，take note of something 表示呢关注、留意某件事情。比方说啊，我看到这个练习生在上课打哈欠 ，You should take careful note of what the teacher said。你应该呢要好好注意听老师说些什么。或是呢 ，I always take note of my popularity by looking up Google Trends every day。我每天呢都透过呢查这个 Google 趋势来关注我的人气。所以呢插了一个 a， 但是呢意思不太一样。 take note of 不是做笔记，是很认真关注的意思咯。最后呢我们要来补充一下咯，我们开会哦要做会议记录，会议记录应该要怎么说呢？诶，是 meeting note 吗？不是不是哦，会议记录呢我们要说 meeting minutes。 OK， 它可以搭配动词 take minutes。 比方说啊，我们跟老板开会，诶 Cindy 你可以帮忙做一下会议记录吗？ Could you please take meeting minutes today？ 这么多用法你有没有都笔记起来了？